上度量啦。哦，我生目睭吼，捌看起参像你这么有量的无？什么意思啦？笑你戆啦！我听无你咧讲啥，你有白讲话哦？哦，你哪会戆咖呢哈？迄全世界查某人面子，互你吓了了啊啦！戆咖咧替家己红晒，顾真女朋友生的囡仔。哎，你是真正读到戆，还是咧假性女啊？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你即马甲我听清楚，江丽文，伊就是张元友放杀的前女朋友啊，嘛就是你逐天哦做亲密的啊叫凯莉姐迄、那个，安尼听有无？朋友，哈！我俩出工，是凯莉姐偷偷告伊欧巴，想袂到，哈哈哈！早都给你提醒伊啊嘛，你跟张元勇哦，这是商业联姻。哦，啊！你家己都无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啦。哦，安那，我即摆看到证据啊。哦，才感觉讲好，心肝都疼的。哦，这受伤的，哦，这难过的啊。想怎会跟你斗三工？那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是我的好朋友看你姐。不是张元勇的前女友，江丽文。其实我拢知啊，小太阳，小太阳的爸爸就是。张元勇，张元勇拢甲你坦白啊是，但是你凭什么认为是我把张元勇抽走的？我看伊是过去，你都不是看来。是你自己冲走，你得好清楚，因为今晚他张元勇无婚姻关系的人是我，不管哪讲。你哪已经分手啊，江丽文？现在跟张元勇有婚姻关系的人是我，对我来讲，婚姻是袂当讲生笑的。自从你出现了后，你就一直用心机。啊，不过那又怎样？为着对我来讲，你。就是这个前女友。